三个，哇，这 A D D 又顶起来了，这波要出事了，这波要出大事了啊！这波什么情况？这 Niko 这 Niko 有输出环境了，这样追着 A 的话就阻止不了这个 Niko 了。大招刮这波 E D 在干嘛？怎么被 Q 起来四个，大起来三个？哎呦，这边的 E 没有过墙，直接闪现一枪再又打起来，没了。哇，又开车了 ！A D D 觉醒了吗？直接怼在对方后面，这边老牛看塔姆，要杀塔姆，杀正面，一不留神上牌，这波这一枪被秒了，厂长立功了，厂长秒到了对方的 EDC， 这边两个人打回来了，打回来上路跟辅助全死了。哎呦，这一波 EDC 是没有因为刚才那一波的失利而慌乱，这边闪现过来锤，全死，这一波不会被一波了吧？有可能被一波的，有可能被一波，应该是有机会一波的，所以继续追，继续减速，我有三杀杰斯一波了。是老牛这边也阵亡，哇，这个救赎太奢侈了，这里这个救赎效果还 OK， 但是 Niko 打不了呀，双救赎闪现税，闪现税这边是捡的别人一个闪现，哎呦，Niko将船送过来，奥拉夫这边还在打肉搏， Q 技能炸飞了一个瑞，但是这边将闪现又睡到了，这波骷髅的作用打得很好，睡到一个长被秒了，到了 W 技能开视野了，这边加里被打一套救赎交了，哎，这样 ADD 这边被打了一套。但是 Mako 血也很残，这波 Mako 的位置，这个时候厂长有闪现，闪过来了，抢到了，闪现抢到了，塔姆抢到了，大龙这边欧加特是勾死了一个，但是团战感觉接不了了，因为三人顶在最前面。看一下这波 Mako 这个骷髅的位置，这波要 run 到底吗？卡莎的位置非常远。要看卡萨了，感觉 run 到底了。哎，这次开车卡萨进来，龙是在卡萨抢到了呀！卡萨阵亡了，龙克领团战京东应该是绝对的优势。这波亚军只要撤就 OK 了，正面进去的人都只能卖掉了。UGI 下一块雨，赶紧一技能往后拉。绿毛的一个 Q 技能没有减速到，这波两个 C 还要打五个人吗？真的假的 ？UGI 飞进去交闪现，把一波打到一丝线，小五也闪现过去，放出阳光的一个闪现，身上都有一技能，先收掉了一个辛德拉，打出一个被动，入眠在脸上再打一个被动，这时候 UGI 跟上来打出一个电枪，终结掉人数，我的老天鹅 ，RNG 双星两个打五个呀！